种的丢弃。我爱你，不是。为了爱你，别闹，这是不是？牺牲。便利贴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。你要说什么？一条线是没有，两条线就是有啦。所以这个是。阮经天喜最想天上的白马王子。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小孩生下来，操完世界消失。命中注定我爱你，8月4号星期二晚上10点，优频道新登场。